今天我就卸下了，就是让他原谅。我也知道他今后的其实是很难很难的，所以我就说，今天这个重担千斤重担，我卸下了。但是你就压着你肩上了。嗯，然后就很按下了，慢慢好像，我乏了，我想睡一会儿，就这样就睡，然后就不要马上过去，是一种好像你突然间好像呼吸不到，去，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崩溃下来。其实这个就是顺着你情绪了。 Thank you.
拽下去，大家都在稳定的发动。好，推开大门，大家继续打。你也可以跳进去。构想还真开心。跳进去。看他。不对，对你小心，别把自己扎着。道具，你给他把那个针尖给他。哎，好。针尖取掉。哇，这里。可以。扎扎，哎，对对对对，扎扎扎扎。就是那个，你不是画纸啊？记清楚了，我叫小